自行车。信心车站于1908年落成启用，坐落在3.8km²的牛羽山区当中，是台铁旧外线台8最高的车站，其中1公里达15.5公尺高的坡度，是旧外线高低落差最大的铁道。穿越连续9座隧道时，跨越连续4座桥梁，堪称呢全台湾最美的山线铁道。苗栗山线铁道于1998年停驶，2008年以 Real Bike 铁道自行车重现旧山线铁道风采，将带领各位穿越百年时空，漫游山前秘境。Real Bike 是一部可以让旅客呢轻松在旧铁道上饱览苗栗山线美丽风光的电动脚踏车。出发前呢，你要留意注意事项看板哦。那要特别提醒您，高血压、孕妇、3岁以下或是身高低于95公分的孩童都是禁止搭乘的哦，还有宠物也是不能乘坐的。有三个配件设计，第一个是在后方的座位上有置物柜，可以放置你的包包。第二个呢是在前方驾驶座前面有水杯架，可以放置饮料。第三个呢 ，Real Bike 配有 GPS 导览机，可以做定点导览。各位嘉宾，欢迎搭乘旧山线铁道自行车。出发之前还有安全守则需要大家注意一下：第一，放置好包包之后，仔细的调整你的座位；第二，系紧你的安全带。如果卡住了也没关系，只要重新再拉一次就可以了。记得哦，我们在全程行驶中不要解开安全带，要注意安全。也对于身高95公分到110公分的小朋友，有准备舒适的儿童安全座椅，请家长呢将幼童抱到座椅上，工作人员会协助将引领式安全带系上，以确保幼童的舒适与安全。第三，启动钥匙后呢会自动开启车灯。第四，驾驶与行驶间双手需握把手，不能开校车玩手机，小朋友也不能当驾驶哦。第五，紧盯成功过来人只是当手刹车，如果没有紧急状况发生，千万不用拉手刹车，后方的乘客也不要按刹车，不然的话 Real Bike 就不会动喽。另外，在停车或进站的时候，请双手减速刹车，后方乘客可以帮忙一起减速，中途严禁随意停车，以免后方追撞。行驶当中呢，手机或帽子等学生物品掉落，请勿停车，避免后车追撞。事后告知工作人员地点协寻即可。那我们要准备出发了，如果遇到行人，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哦。出发时只要稍微转动油门，Real Bike会自动前进喽。那最高时速呢是12公里，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请记得保持3到4台车以上的安全距离。如果下坡路段时，只要松开油门，我们 Real Bike 就会自动滑行喽。回程的时候要记得搭乘原车号返回，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旅程。Thank you.
慢放刹车，再往前，再来，你手小心哦。抬手刹车，帮我拉最高，电源关掉哈。来，我们等下两点半上车，记自己的车号。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咯，如果喜欢我的分享，请帮我按赞、分享或订阅，我会介绍更多更好玩的地点给你们哦。